不要走太近了，它尾巴会打你的哦。对呀、啊，我还好痒。它尾巴那么长是有原因的，为什么那么长？它、欸、就闻得到味道的，就起来。闻到，它跟蛇一样。这也是蛇的一种啊，它是粉红色像蛇吗？对啊。是不是开叉的？它喜欢吃蚂蚁呢？啊，不是啊，这个不是那个什么了，那个穿山甲了，它不是蚂蚁。可能它也吃。你看那边找吃了，你看它肚子那么大还要找吃了，吃的那么饱了，有点像鳄鱼哦。是不是好大？嗯，是不是好大？我看看，嗯，没有了。啊！啊！你要死！好远点，你们两个。你要死！是不是好大？不要！是不是好大？宝贵了。你他妈干这个不？他在搅东西吃了，是不是？哇！哇，他还找挺快的。那一个芝麻出来了，哪里啊？